战斗陀螺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玩具？你看说明书。这是健达出奇蛋的我帮说你明看这书，个。是恐龙哦。对呀、啊，是恐龙哎。恐龙。对呀、啊。噔。为什么有这种事啊？你会组装吗？我觉得恐龙会这样子组装吧。这里有一个恐龙说明书，它是你说恐龙要怎样组装？恐龙很难组装。哦，Download 那 the 不是 free 一个 Magic 东 Kingdom 西，的 app，那是真的有 Hello。办法录了。噔噔噔噔，哦，是两一种只恐老板手表，又是这个恐龙，一次诈骗。要怎么组装呢？瞬间就组装好一个恐龙了。这个恐龙基等本我会一了。下，等我一下，瞬间就组装好了耶，瞬间好的像组还装蛮好。漂亮，哇，掉下去了，好，借你看吧。这是恐龙，这是小孩，电闸出奇蛋，这次还有送一只不错的恐龙哎，真是难得。那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个恐龙。那是恐龙卡片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攻击力400，你要去哪里？看看它在旋转，你看它可以旋转哎。那会，为什么会不会坏掉？为什么会旋转啊？我你把它拆起来了，要组装回去。哇，拆起来了，要怎么组装呢？要对一下那个洞在哪里。